觉得苏宁可以接，哎，打起来了。R进来，英雄登场，给的是卡莎。落地之后，虽然大招大出来，哎，大跑就倒了。鬼术挖掘机，这打完之后立刻交一个闪现越过墙壁。哎呦，这波鬼术挖掘机能不能走？再打个果子，再拖一点时间。哎，管有兵线，哇，刘当这波眼看是走了，哇，厉害厉害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杰斯死了，没有错，对吧 ？W 直接把邓江打出来了。哎呦，卢皮的位置又把凯南进来的位置很不错，飞进来，凯南开 R 触发了灵光披风，马老天也直接配合 W 电晕了。等晒，等晒这边变不大也死，而且上面又 Q 到了 Jackie Love 辅助把 Jackie Love 杀掉了。Mark 表现实在太好了，现在只剩下卢克斯还在负隅顽抗，林业已经倒下。哇，这个盾到底了！这个盾，拉克斯这个盾给推拉加了大概150左右的血量。除了 Rookie 之外，剩下啊 Rookie 以及泰坦，剩下八个人现在都是有闪现的啊。这个团的上限也会非常高。看一下两边怎么去操作。他 W 技能，哦呦，德善走上来卖了一波。对方的技能交了一小段，大招留人，死亡之翼杀打得很高。卢卡斯这个大招放出来了，但是那伤害好高啊！卡莎没了，成功的把卡莎给狙击掉了。IG 现在往前摧枯拉朽的打了起来，多米尔斯必须要往后逃。闪现过来，哇，这个 Q 又 Q 了两个。而且队友过来救他，把他救走了。终极闪光封了走位，好像是没有打到伤害，但被这闪现中死了。死亡闪现被跟到，又 Q 到了。Mark 把他关了吧。Double。这波偷了机扣大。皇子这边又想上了，冰川增幅是减速到了两个人 ，EQ 过来，下面白打一套，开石板甲，舍蛇成为了第一目标，石板甲交完，我这个二了四个，哥，我的天，那情侣再从后面上来补上爆发伤害，现在侠的生存环境还不错，我刚说完偷了个这个大，但是侠这边残局还是能打的，刀锋拉了，拉了对面三个人，闪现一铁，减速到胖胖这边一丝血，交闪现过枪，瑞兹有一个车，这个车是偷的车，我咋感觉好像这比赛要没了呀？一波了，一波了。